大，很阳。三十八亿年前的地球表面，他说三十八亿年前。可惜没有谁能亲眼看到这个景观，因为那个时候地球还没有游离眼和生物呢。地球表面逐渐冷却变硬，水汽、二氧化碳和其他气体不断地释放出来，形成一股古卷。地壳下，地寒生物的岩浆形成强大的力量。后来火山爆发，熔融的岩浆冲破地壳，喷出地表，大气中增加了更多的气体和水汽。当岩浆冷却凝固，就成了古老的成岩。地球上雷电交加，被火山降落。数百年后形成了最早的海洋。就在这荒凉的世界中，最早的生命诞生了。